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百变笑巴科德，还记得我吗？今天我给小朋友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食物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我准备的是什么食物呢？红彤彤的樱桃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吃樱桃吗？樱桃用英文怎么说呢？ Cherry 樱桃， Cherry 樱桃， Cherry 樱桃，红彤彤的，哇，好漂亮呀！红色怎么说呢？ Red 红色， Red 红色， Red 红色。让我们掰开，让小巴尝一口，甜不甜呢？哦，好漂亮的颜色呀！来，让我尝一口，哦，真甜！小朋友们，我准备的这樱桃好好吃啊！好吃怎么说呢？ Delicious 好吃， Delicious 好吃， Delicious 好吃。我现在就要把小朋友们接过来，跟我一起品尝美味的樱桃，然后在车上放几颗，让小朋友们路上可以吃美味的樱桃。哇哦，小朋友们真是太幸福了，让我们关好车门。小朋友们，那我就先出发接送小朋友们过来喽，再见，记得点击关注我们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再见。